好，我是小影，我是乐乐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曲阜古城的开门仪式。大约持续了20分钟的时间，现在已经结束了，人群已经散去，可以到里面参观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哦。咱们下期见。